这样放，这样过来，然后这样推进去，推到这里面的时候，它这里就是有一个长缝折角，然后过来到这里，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它推出来，然后这边，然后就会形成一个折角，到这里出来，这边左右烫，左右烫。然后这边过来，然后上下烫，这边是左右烫之后，然后出来这上下烫，然后这一面跟这一面，哎呀，